这边来看一下明天的更新内容，首先是此前公演服的角色调整以及飞轮调整，将在本次更新后上线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翻看往期视频。然后是斗舞的夏季赛冠军礼包上架，里边的话会有战队的定制涂鸦以及头像，后续的话还会出迷你学宠奖励。战斗方面，调整了影视的推演任务，将那个阴间的难度进行了下调。优化方面的内容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，感觉除了平衡性调整之外没有什么重大的更新。另外这边的话给大家看一下外服那边的新赛季三视图，其中雕刻家三视图展示了雕像的一个形状，看上去的话有些像是兔子，不过姿势和底盘的轮廓是不一样的，也不知道两者合成后会是什么样子呢。其中右边这个底盘形状的话有点像叶师傅的照相机，然后是原定的限定镜三视图，色调看上去的话要比国服这边的好看一些，然后是使徒的三视图也是国际服那边更好看一些。最后就是这周是赛季末冲刺，投资的话最多只能保留100个。好了，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可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